就是来逛一下，看看如果有好看的金饰的话，因为我老公是本命年嘛，就可能就是再添点金。然后其实如果看到好看的也会买，但是如果因为刚才也说了嘛，就是偏向于小朋友为主的那种龙纹龙年的那种限定款都是。就之前我们看中一个龙纹的，就是那种平安扣，所以我们买了那个，但是现在想再添一点小的小东西嘛。